我是一个容易受人影响的 DSC 放榜生。何伯良，你几多分啊？30分咯。喂，谂住报咩啊 ？Language 阿苏咯。吓，阿苏咁忍样？好进取噶啦，份卷30分喎。Language 阿苏系主，但我唔系咁谂啦。识嘢嘅阿苏必须拣 BBA， 而叫你拣得 BBA 嘅人。10个有10个都未读过 BBA 嘅，好似净系 degree 先批准叫 BBA 嘅。咁我哋呢算系咩啊 ？ABBA 啩，你是但啦。理得你 AABB，long time no see 啊！总之第一年过三爆四，用最快速度入 U， 然之后上装 U 女，两年内搵人生第一个100万，同社会秒速接轨。8个字。不及待要玩玩了，咁有道理啊嘛！我决定将我嗰份俾埋你玩。嗯，你有你 BBA 阿苏，我就继续 language 阿苏，继续翻我嘅白日梦。讲到明，我系容易受人影响噶嘛？刚才唔系发梦，我有边够胆死咁有主见呢？我发梦嘅时候就懒有创意咁叫做何伯良，现实生活就死死气地叫翻做何子龙。你睇床头块死人铲皮，就系、是、10几年前有件傻佬玩解壳，我就食到依家。3个钟嘅咩？我班所谓嘅姊妹拎住杯嘢上 IG 打晒卡啦，我唔排翻杯，边有 materials 打卡啊？排3个钟排杯嘢饮，傻猪呢个名你都可以话系当之无愧啦。唔该一杯芝士摸摸啊！多谢你42蚊啦。芝士你个摸摸啊，42蚊。何子朗，去晒，到晒就到晒啦，咩去晒啫？去，当年讲好咗一齐 ABBA 一年搵第一个100万噶嘛，点解你而家仲喺度咁兜踎嘅？咁够一年未啊？下个礼拜第二年啦。喂，咁快嘅咩？啊，岁月无，唔好再唱啦，早知入 language 查数，你入现代学院啦，同学。难道你认为在香港这个商业型社会读商科是浪费时间的吗？几啦，因为读了成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读紧咩。Are you talking？ Yes。Talk to my hand。单单系 management 课程，全港每年就有几万人报读。咪就系衰在每年都几万人报读咯，个个都管理人，咁边个俾人管理啊？你啊 ？Talk to my hand。唔想俾人管理，即系想做生意啦。我哋商科嘅 business 就正正教你做生意噶。咦？做生意就啱倾咯。喂 ，professor 有咩教下细佬啊？好话啦，本人物尖考入港大商学院，紧接喺 Boston University 主修 global business 嘅硕士同博士课程，一翻到嚟就立即任教各大商学院嘅大专课程，年终无忧，从不间断。小弟对任教 business 可谓毫无破绽。咁即系咪做个生意啦？未，唔紧要嘅。咁你而家咪做紧生意？唔系，啊唔系做生意嘅，教我做生意，我真系俾你吹着。Talk to my hand， 喺香港你识投资，又点使做生意嘅咧？商学院嘅 finance 课程就正正教你点样投资噶啦。窿啦 Sir， 咩边度窿啊？你啲股票啊，窿啦，窿晒啦，窿晒啦，你窿啦话，好窿啊，黐底啦，黐底啦，好窿啊，窿死人咩？见底啦，见底啦。